朋友们，我们继续讲解九成宫李全明。上一集讲到冠冕并席，嗔治先臣，大道无名，上德不德。魏征用尽了溢美之词来赞美唐太宗李世民，后边他继续用道家的思想来概括李世民的行为。他说：“玄宫前运，己身莫测；凿井而饮，耕天而食。”这个玄宫啊，就是道家的那个功夫，是道家的一种专用名词，玄宫。前运呢，是默默地进行着。有多深呢？这个玄宫有多深呢？己深莫测，就是高深莫测。啊，凿井而饮，耕田而食。这两句啊，是这个在当年，也就是尧舜时期，所谓当年就是远古时期，当时呢有一首歌啊，叫做鸡壤歌。鸡就是公鸡，抨鸡，击打那个鸡字，哎，壤是土壤的壤。鸡壤歌当中有这样几句，这是其中的两句。那个歌词的全文呢是：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凿井而饮，耕田而食。地利何有与我哉？这是那个鸡壤歌的那个歌词的全部。他的意思说什么呢？他的意思说啊，你看我们凿井，在地下挖，挖到深处就会出现水，凿井而饮，凿出一眼井来我们就可以喝水。耕田而食，我们耕种田地，经过耕种之后我们就有粮食吃。有人呢就不往细处想，渴不那凿出眼井来就有水喝，这不是正确的一句废话吗？可是在道家思想当中不这么认为，他认为这是上天的功劳，上天给的你，你往下凿深坑，到井的这个深度，它就会有水喝了。这是上天赐给你的水。耕田而食，你一耕田就有粮食吃，这是上天的赐予。你怎么能认为是你自己的功劳呢？他是这个意思。他这会儿啊说这些个话都是要和李世民对称起来。
既然说李世民宣公迁运，己身莫测，遭井而饮，耕田而食，因为他后边还有话，他说迷谢天公，安知地利呀。他说有了这样的一个现实，能凿井而饮，耕田而食，能够有这种现实，是说明了上天的功劳，同时又是帝王的作用，或者说是帝王的力量。所以你要弄明白了，他对于这方面最后要落实在唐太宗李世民的作用身上。他说现在的全国的老百姓那么安居乐业，能有这么好的一个生活现实，这既是天公的作用，又是皇帝的力量。就迷谢天公，你不懂得感谢天公，你哪知道帝王的力量呢？他两句话连起来的，你不知道上天的功劳，你又怎么能知道帝王的力量呢？又怎么能知道帝王的作用呢？那么这最后是要归功于李世民。那么好，我们现在把这段话就这个用笔来临习一下。宣公迁运，我说过他这个例子呢，有时候出头，有时候不出头，那都是对的。前运默默地运行着，
在这祈祷。宣公前运，跻身莫测。有时候他在这挑个勾，有时候就写一撇，这都没问题。斜视的，往这边倾斜。单看这个宝盖儿，应该是个斜视的，但是下边，他用其他笔画把它调整。跻身莫测。这一短竖啊，要靠上一点写，前面讲过，这里再强调一下。跻身莫测。凿井而饮。
这个凿子因为笔画太多，写的时候笔画要细一点。都是笔尖儿上这点功夫。上面这两部分呢，本来是应该一边平，但是先写的这部分总是靠下一点，啊，以后写这个繁，啊，这个繁多的繁，一个美字一个文字也是这样，右边呢稍稍的往上一点，它就好像啊，这么几个东西这还咬着，啊，如果你这俩写平了，底下那个你只能是。孤零零的，显得也单薄，这样呢，它能够把底下的也能够写的，啊，基本上和这三者成为互相作用的这么一种点化。这个凿子啊，我们写的稍大了一点。为什么稍大了一点？因为欧阳询这个凿子，他得写大了。大家看，这个凿子和侧右边的弓，左边的实，明显大出很多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这样临帖，表示对忠于原帖的这种写法。两个横画稍虚点儿，两个竖笔要实，要有力量，要写出来之后啊，写的字给人一种立体感，所以说笔画要有一种棍儿状，而不要像纸片的一样薄薄的贴在上面就不好，写出来之后感觉它有凸出来的这么一种感觉，点画就是这样。因为是中锋的作用，它能够感觉到边儿上这一个笔画边儿上是稍稍浅一点，中间深一点。仔细看有没有这个效果？实际上，我们只照顾感觉，只照顾视觉，不管你科学。科学可能看是因为是一样的，经过检验是一样的，我们照顾不了，我们只照顾你的眼睛。你看着这个字有力量，那就可以了。这个儿子一定要写扁，这是再三强调的事。
下边就写这么扁。其实呢，大家弄懂这个道理就可以了。这是两个相等的距离。凿井而引，凿井而引，更天而实。井字两横往下写，更。更天，这撇要长。长的原因就是为了把中间的距离拉开。更天而实，我们前边已经说过，它这个十字啊，上边不是说写完一撇写一捺笔，它不是的。它是写完一撇之后，它写一个反捺，而且这里边出现两个反捺，它宁可让两个反捺重复，
他绝不会让两个正纳重复。两个正纳重复的话，就是燕儿双飞的一种大忌，不可以的。所以我们写这时候呢，也是忠于欧阳询的这种写法。他写饮食的食，总是这样，上下都用这种反纳。我们知道欧阳询一定是有用意，但是我们仅是猜测而已，因为上边的一个反纳是长一些的，下边的反纳短一点，上边的反纳稍稍斜度大一点，下边这个反纳稍稍发平一点，虽然有小的区别，但是都是反纳。而我写的时候经常都写成一个正纳，以示区别。大家呢可以在临帖的时候一定遵照欧阳询的原型，在自己所谓创作的时候，还可以把这个平纳和这个反纳正纳让它区别开来，会好一点。我们临到这里啊，就要和同道们朋友们说一下这些字的有几个特别注意的问题。比如说写这深浅的深，单说右边要注意的是这样斜视的，看这点是斜着点，然后这一横好像平着，再加上这个拐弯，看它是个斜视的。下方才把它端正过来，下方写完以后你都感觉到，哦，这是平的，这是平的。所以写这些字的时候都要每个字要强调注意部分啊，强调一部分，比如说耳字要注意下方的这个写法，引字要注意右边欠的写法，天字要注意整体在歌当中的这个位置，这点画的精到要注意。所以写这些字的时候大家不得不在这方面多加功夫，而且加深认识。